们出去放放风，去超市逛逛。张馨媛，今天你到超市想买点什么呀？我想买几支笔。买几支？还有呢？还有啊，到时候逛逛再说吧。再问你妹妹，她想买什么呀？妹妹，妹妹，可可，你想买什么呀？今天去超市。可可，你想买什么？去超市啊？去超市买什么？这个。买什么？这个。这个什么？这只是个牌子而已。买玩具。妈妈，你要买什么呀？我要买点生活用品。好，我先拿去了。去拿货大盘。前面有一辆黑车，怎么还没有到啊？这是林肯。林肯，我不认识。这没有挨冻，这没有违法。现在到哪了呀？好像快到了。前面的林肯三车是超大车吧？哎，再唱一个什么？前面现在是辆白车哟。又要等红绿灯喽。不用等了，好疼呀！还在骑行呢。这次我们是右拐，右转。哇，都骑好多骑行。不是说嘞，牙刷也得买一个今天，他们才买的。啊？那是今天没什么东西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路口了，这里有麦香园。现在我们要拿车给我妹妹坐了，妹妹来坐推车喽。爸爸推好不好啊？一样的，我们往从倒过来推好不好呢？倒过来，再往前面看。嘟嘟，走喽。可以姐姐笑一下。嘿嘿嘿。现在到书的地方了。哎，借我一个。看看有没有五年级上册的计算能手。下。有啊。还有下的。我马上要升五年级上册。买一个童话书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。五年级上册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买一本妈妈。15.8，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到笔这边来看看。哇哦，好壮观啊！都是个笔呀、啊，这么多。我来选选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这是黑笔。我看看啊，我想买个自动笔。这个是0.几的，0.3的，从没用过0.3的，还有0.4的。哦，好像我们这是刚出来的。修真带，尺子，卷笔刀。嗯，好像没有什么要买的，我们走吧。这样子太，你这滑板太快了，慢慢一点。这么快，你要是。快进来、啊！妹妹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干什么？看鱼。看鱼啊！这个是什么啊？鱼。鱼啊？什么鱼啊？有海豚。有海豚。嗯，这个是金鱼。爸爸。小兔子。哇哦，这有手账的工具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？好像没有写呀。算了吧，算了。这里有好多黑笔，哇哦！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书呢？我买过这种书，不过不是买的这种茶花女。还买了一个什么的，还没有看呢。
忘记了，好像是这本玉山墙的安妮。好，随便吧。现在往前面走一走，我们现在这里是二楼哟。进。你要买这本书吗，妹妹？嗯，看，你是不是要买？对不对？拖鞋。妈妈在后面。妈妈。杯子。这是玻璃的吧？啊吧啊吧啊吧啊！真是玻璃。打折了，玻璃的。佩奇碗，我妹妹最爱的。好多呀！这什么字呢？添置商品均价。有些东西可以看一下，近看照一下，对吧？搞活动哎！茶花跟那本书的名字一模一样。看，这是什么？棉柔洗洁精，打折耶！哇，打五折的。洋洋，你在干嘛？你在选果冻啊？哇，好多果冻！这个果冻是我们中国的大牌子哦，喜之郎果冻。掉了。可可，你手上怎么会有球的呢？可可，可可，身上球哪里来的？哇，好多玩具啊！哇，好棒好棒！小猪佩奇啊！佩奇。哦吼哦吼哦吼！不要烦了。你喜欢模仿棒啊？变变变啊！给姐姐变一个，姐姐不要。变变变吧。变变变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。大女儿，为什么我们不戴口罩呢？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疫情了，所以不用戴口罩。是我们中国防疫的比较好，疫情控制的比较到位。像我们这种三线、四线小城市的话，爸爸拿口罩，大家基本上都不戴口罩了，戴口罩的比较少。也没多少人啊。哦，奥特曼啊，奥特曼，奶瓶啊，奶瓶啊，那你拿个小奶瓶啊，你这不是小奶瓶吗？必须喝的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不戴口罩呢？不要戴口罩。啊，不要戴口罩了。出来喽，已经买完了。要这个，要不然这桶会差。两个蛋筒已经挖到了杯子里。啊，有吧？我现在准备回家了，去地下室开车。Oh.